讲话的意思是，我们今天要来玩《原味生存》第二集。没有第一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集没有声音，所以我就不穿了。我调错了，所以没有声音。好了，第一集我们在干什么呢？没有在干什么，就是在挖矿，然后要盖家，然后他就自己跳掉，然后我就是想上床，然后结果我就发现我没有开声音，所以呢没有第一集。这里有木头，好了，我差不多该去盖家了。不行，这还太少，还需要更多原木。我没有那个东西，先坐一下。随便做一些，然后做一个斧头，这样子，然后把它砍掉，继续砍。我砍，然后砍，继续砍。36，要盖两层，应该是要多一点木头，只有树苗。等等去盖一个伐木场种树一下。看书楼，那我们先跳过吧。